这是今年1998年5月9号下午5点的事。人们一年8个月以来的复健，好像敌不过大自然一声不经意的叹息。只是不到40 mm，所以说它设定的是在100，但真正的雨量只有40，所以说没有达到它设定的一个雨量，所以说没有发出这个警报。